晚上蝙蝠怎么能够看得见蚊子呢？绝对不绝，呱呱鸟把你吓着啦，是我蝙蝠啦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我要去捉蚊子啦，拜拜。这捉蚊子这么黑怎么捉呀？蝙蝠抓蚊子是不用眼睛看，它是用听的。啊，用听的？博士你在骗人。蝙蝠能从嘴里不断发出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我们听不见，但是蝙蝠听得见。这种声音碰到蚊子、墙壁、蜘蛛网什么的都会反射回来，蝙蝠听到回声就知道哪里有蚊子、墙壁、蜘蛛网，于是就立刻向蚊子那儿飞去，把蚊子吃掉了。哦，那我先找衣服啊。超音波雷达全收装备，我就可以像蝙蝠一样厉害喽！装备太重了，飞不上去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天空会有雨？为什么飞机会飞行？为什么月亮有时圆有时？螃蟹要横行，为什么海水有时低有时又偏？